这个是680封口机，就调那个上线微动开关。如果它这样转呢，就是它上面那里它有个微动开关的，上面的微动开关可能是没有顶到位，所以我们要调的。这个就是上线微动开关，这里可能是没有顶到位嘛，这里有个触点的，然后这是弹片，然后它这个弹上来，它会顶住这个弹片，然后顶到触点。等到触点之后，它是会停下来。如果是没顶到，它是不会停的。如果是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将它触点这里下来一点，那里，可以稍微弯弯点，这里就下来一点就行了。稍微弯弯点。下线微动开关它主要是它的高低，然后这上升的高低，这样稍微弯弯点也可以。调好之后呢，就开始试机，开关打开，然后将拉板拉长，稍微推进去，然后它现在就不会说重复往上压了。只要是它那个上线微动开关能顶到就可以。如果是弯度不够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稍微弯弯点。